醫生每一晚咧都會同阿周杰倫咧去溝通啦，即係佢睇到嘅嘢就會同佢一齊溝通一下嘅。係啦，咁我想問問阿周杰倫啊，周杰倫，你們兩個和整個兩個很棒的演員，當這個故事完美的這個呈現，但導演也非常喜歡。其實當導演，我的方面當然是要控制預算，控制預算，所以導演的壓力也是比較大。有勵志性的電影，鼓勵大家。